新芬在福建省临潭区抗日镇流传了有500多年，在抗日镇历史日出祈求人丹兴旺、幸福安康的日行民俗活动。每年的农历正月四日，上人年结婚的刘向后人都会来到祖先灵宝塔的墓地参加大新婚活动，接受初中有名望的长辈救济公的大拜。救济公几度面前带着自己新郎官从左肩到右肩上下不停的拷打，一边打一边扬，左山鬼子、右山鬼子、松山鬼子。同时刘向村人抬拜祭堂会给龙丹燃放鞭炮，场面十分的热闹。当时也可能七上重视，因为当时有地方自动给他让人走，有的给你单一开开盖落塔鱼，单一五天过的相当于落塔鱼更多的那个饼、当时的观察那个饼饼的皮鱼皮鱼吃落的一下子就弄出来，弄出来的但是按照传给就天中体证明就是意思刚刚也位置啊水平好，也可是要好以后还也我太太的地方也天中体以后就自信要踏倒就弄脱了，像单单啊抗死的以前是中国万单之争，一万单两单假如可能叫某一系统同时假如这工作超车你阿爹五多重要的要变不好看等狼二爬饭一米阿爹一年也篮球员一块的四度饭好多的阿爹做阿爹的传这些知识那个钱给够三十的一个。作为看市政追台搞抽职业，卢斯大幸福的法通明年就吸引到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观看。那么要在卢斯都在黑样板行来呢，叫做穷头讲起了。西周时，炀帝的后嗣姜子牙任辅佐周武王新旧灭商幽公，被周公封为齐。春秋时，太公后嗣高丘任齐国上卿，任阳历齐桓公幽公得到乐作为封爵，其子孙以封爵为相，称乐氏。乐胜是战国时候出于姜姓来的，姜子牙的第十一代孙高丘。他因为研究啊这个齐桓公有功啊，所以呢就封他一个如意呢是在山东这个就济南西北啊这个地方。以后呢他到了十几代的时候啊，由于这个齐国啊这个有变啊，所以呢原来那个齐这个高丘的子孙啊就要投笔啊，要投笔，投笔呢那就他就姓改姓啊，就是姓卢了，就不是姓高。战国初年，卢氏散居在北方一带，曾推有博士卢敖在方阳做困探记，后来称为方阳卢氏。方阳卢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成为西会太相，世称蔡卢王家，三位姓王被封出合宫。第一个姓卢的就是卢敖啊，这个卢敖呢他就走那就离开那个原来那个山东啊那个卢邑啊那个地方了，那就到了幽州啊，就现在的北京啊，幽州的这个亳州，原来叫亳水县啊，我们去祠堂那个名的这个对联啊就有亳水燕园酒啊，就在那边。以后呢那就叫做卢切公，如此呢那他就从一代啊算起，那个就是叫做他创建的这个放羊郡。卢相是历史上一个比较典型的北方太相，魏晋南北朝之际卢氏开始太极南腔，西晋末年任魏家之乱，卢氏开出是正式南腔，还有一支卢氏腔居东北，后成为辽西卢氏太初。
同时，洛阳村北方的发展气味更高，其中是后浪发展最为知情。而南腔的洛阳主要发展是广西、江苏、四川、福建等地。同门的闽、宋氏的粤，原明清之际，洛阳已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各种慢年，鲁氏广西马田始祖总太公子后裔鲁初心，为了避免金兵南侵之乱，从广西乾发县迁到福建南发上边，成为鲁氏入门始祖。我们鲁迅入门的始祖是总太公的第十四代孙鲁楚顺公，哎，由于那当时人口可能比较多，那就往南方迁徙，就。带了他两个儿子啊，文兴、文宝啊，这个带入美，到了这个宁化设备区那边居住，后面又到了上杭圣运里这个商跳社那边居住。他生了楚顺公有两个儿子，文兴、文宝啊，后面文宝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天禄公。天禄公的他的儿子又叫他生五个儿子，他大的儿子县尹卢锡在上杭县当县长，后面呢又到安西同安当县长，所以他的号就叫县尹公，那就永定的这个卢姓始祖。卢下天禄公长子，从小聪明过人，过目神速。南宋寒春六年，跟文天祥举荐，被任命为闽西双方面元吏。德佑元年，元兵太极南下，留下奉文天祥之命，任前州府同安元吏，再任安泰元吏，过后元任公。那我们县尹公呢？因为这个从安西那边哈，当这个县长任满了，荣归故里的时候，我们县尹公的祖籍呢是宁化赤壁矶，那要经过我们这个。抗氏的时候呢，当时抗氏那个地方呢，有姓彭的、姓王的、姓谢的，商姓群众呢，因为经常有争水利呀、引发这个争斗。那从县尹公从抗氏经过的时候，坐轿子，当地群众呢就看他好像是当官的啊，那就叫他下来主持公道，他就把这个。因为他当过县长的人，他是这个很圆满的和解了这些纷争。那当地商姓群众呢，好像有一个人来主持我们公道啊，那就肯留他留下来这边居住。七八多年过去了，姓宗这一员根植母宗的抗氏鲁氏后裔，世世代代都传承保护着元仁公的母体的宗祠。乐园人祠构成乐氏台宗祠，除了在文坛抗氏台楼下拍摄奖，此建是清康熙十几年，后人研究失修而倒塌，1992年重修。无论是元仁公祠还是墓地，都寄托着乐氏后裔对先人的崇敬之情。他的子孙呢，现在有几十万人，遍及我们南方八个省，就浙江。江西、广东、广西、四川都有他的子孙。现在还有欧美、台湾香港等地都有，东南亚各国都有他这个我们祖这个县尹公的丰功伟业这个有口皆碑他治县期间深得民心，深得当地民众的爱戴。在县里多彩的客家文化中，祠堂人具特色的民族特色流传至今。在文坛抗氏镇，最有特色、最有名气的祠堂，为啥鲁氏双下祠呢？
因为那个走这个哈次个江都这个走次个那个会计更加硬币更大六坨六坨就都八个字的八个字的村里有的上几坨的人太过多了严姐我上来办这种事他老爷硬硬弄不担他也一个咨询一下也就讲咋做一咋就都上次老师上下次两次都为土木结构为民推客家典型的地层式三堂两落宗庙建筑祠堂太坦宽敞祠堂日本用字历史五十走路是灵气客家钟情的场所正坛摆放着立推之中的牌位上路万台的几张平摆放着台坛的正坛两边是肥廊各有一间悬挂盔旗子出售一边是文坛盔旗子连人工发酵一边是抗氏盔旗子用笔工发酵坛堂低头背的两次冲林屏风都各有浮雕楼刻特万精密各色各松亮纳壮观这祠堂的风味的高前六百多年前还文坛毕业上远观的也开个文坛院，朝堂就派不是刘公登下来开文坛，跟俺个会计工啊，俺刘台啊，文坛院做上墙个正钢工，个文坛院上墙座位啊，个就墙不是啊，有多少个抗台了，哎，个一多抗就某祠堂就讲跟那点啊分分，就个归师点个。乐师上下祠堂文化内涵丰富，尚有盛名。在2004年3月15日，文坛县人民政府把乐师上下祠列入县文物保护单位。福建省文化厅也将两祠堂编入边民祠堂台前。今年的乐师祠堂，更强反映出乐师后人崇敬祖宗的观念，也蕴含了深厚的客家文化。出埔是中华灿烂文化中一类奇葩，是无与伦比的相思瑰宝。如诗一出，纸帆一帽，挂贴面朝，在客家祖地双凤岩茶地镇太溪村的如诗创业，饮水思念，尊主敬重，齐心协力，作书修谱。每年春分时节，太溪村的如诗宗亲都会开到双足贡品。爬山涉水，回到盔旗子小石郎公的墓地，虔诚祭拜，缅怀先祖。据初步记载，乐园人均留给子次子必魁侯郎阳，将其双方姓名立太康村，是双方乐氏的盔旗子。必魁后日小石郎公正在抢日到太溪的落地山岗，焕然山水。陆人民是小石郎公第五十一代孙，地位68岁的老人，身上日次背负着养老的一个信念，这就是小日本太溪村的陆氏族谱。太溪村生有陆氏后裔200多人，因为人口靠少，日刻日下历史的年人，村上日次没日本完整的族谱。小日本人家亚历以前给一个信念，想把这个修好。但是呢，伊从前就偏无办法，那里就伢，伊就讲伢对吧？我这个，这个这个温暖沙罗哎，但是前路的概念，就我喊伢去，我再问一下，我把这个车票我那修好了，这个很容易来了，他把自行车落在地带。老人们称的修铺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加上早期历史资料有限，村上的老人也不太好亲自，对修铺工作带来好大困难。他通过到各地走访寻亲，收集各地出铺资料。
十年来，老人们整理了好多老师的资料，为老师修铺做了好多前期准备工作。修缮铺是先有多困难的知识家给去寻找，那里砖啊都塌下来就高高铺给每个人买啊一毛，六七百毛的啊一毛，那老家的还带，前三四年就开始做完了，那今个基本上完整的。完整的新形式修铺，为了农村台西村老师的忙碌情况，每隔一段时间，老人们都会组织老师中村到老师宗祠商讨修铺事务。生日产生，日日春日，几多年间谈修铺仍归遵循日次不日岁的原则，关键在历经中村历史的太忙碌，加出残忍的困世事。让后退了解老师的相识人员此生的出处，而对日下难日立出头绪的问题，没必要纠缠，从点才是心中责任，责莫自担。俺们考考人就在讲这个仪器吧，讲专门这个子孙的子根送托那种的落来吧，他话我情感问题吧，啊，我概念嘛，许多好多人的地带吧，那种的发落来。老人们，这个平凡的老师后人，这个朴实厚土的农民，他是吹起的骨子低头背，自然流淌着客家人人非思念不忘自得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感染了身边的老师后人。筹罗村上杭客家人文化中心的客家初步博物馆是客家人最本素颜的最后旗帜，地址是收藏有客家150日的相识、2000多铺、20000多册的客家文献资料，是明月岗上山客家地区收藏客家初步最多的地方。虽然录像在上杭不算太像，但是在初步馆里头背仍然还能寻到老师初步。目前的话，我们馆里面收集的卢氏族谱呢，总共有13册。那主要是通过一个呢，是我们下乡去征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卢姓这个客家乡亲重新修了以后呢，赠送到我们馆里面来；还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一些文物的这个收稿的他们的渠道呢来征集的。